说实话，这个晚上来赶海，一个人是真不敢来，看这两边都是荒地，安全抵达目的地，上来，哎呀呀呀，闪眼有点哈，海星，满黄海星宝贝，这是我的秘密赶海基地啊！说实话，我发现了，但凡你赶海啊，你只要拍个地方，露出这个地名在哪，都呼呼的去，没几天就给啥了。那人就满了，大撑子来个大风车，转起来，嘿！这一个海星，这里有一个海星，回去吃海星喽，哼哼哼！哇哦，冻得露舌头的毛杆，毛憨子。我去，这蛏子太半湿了吧！哇，太肥了这蛏子！啊，真的，我经常看我视频的人都知道，我很少捡着这么长的蛏子，很少很少，几乎从来捡不着这么长的，太少见了。我这可怜的小手冻得通红通红的了，炸红炸红的。蛏子大战海螺，刚才的也不知道谁能吃得了谁，两个活宝。我成功阻止了一场赶海界的战争啊，多么伟大吧！允许我拍个封面哈，看见这个小眼了吗？这应该是个月亮背的那个露的眼儿，还挺深嘞。出来吧你！哇哦，太大了这个，真的好大哦这个。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的肉啊？好神奇，不认识。这里有货。哎呀，又一个海螺，办事了。哇，好久不见着这种露着肉的顶螺了，太难见了，是太少见了。跟大家打个一毛钱的赌，这是不是海螺？瞅一瞅看一看，我赌它不是海螺，你们必须得赌它是海螺，看看谁输谁赢，输了的给我打赏一毛钱，怎么样？我去，真不是海螺，哼哼！又一个大蛏王，都是这么大的，天哪，太少见了！而且今天这边的钉螺都是带着肉的，你看，里面都是有肉的，哎，可怜的小螃蟹，还是个母的，活活的冻僵在这里，哎，为什么不往海的深处走呢？那里暖和。哟呵，大猪鼻子，我一般喊这东西喊大猪鼻子，或者叫鼻管，跟毛笔似的。这是好东西啊，海螺，嘿嘿，又拿下一个，在二蛋的赶海大军里又成功添加了一员猛将。这也是撑了，不大行了，这个嗝屁了。哦呵，这个大，我去，这应该是个壳子吧？哎呦，都背不动，这应该是壳子卡里边了。这个手动的真的是凉的不能办啊，真是壳。呀！不是，天哪，奇迹奇迹，收下，好，以假乱真啊，这是他退潮没推动卡到里边了，然后一直待在这里了，就一窝月亮贝，一窝马蹄贝，
你看见一种海鲜能叫出好几种名字来，那就是你找着赶海的真谛和灵魂了。海星，这两天给大家拍的视频，说实话货是比较多的，不间断的拍，都是货，这种感觉最爽了，最舒服。过两天还有更爽的提供给大家，到时候大家多多支持就行，不要到时候了，现在就多多支持，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哈。嗯，文嘎了，文蛤蜊。天太冷，真的所有海鲜都扛不住冻。我去，这生的这啥垃圾，这一窝啊，月亮贝，整整一窝呀。来个浑水摸背，哼！天哪，哇哦哇哦，办事了，找地方放着呢。有的是不行的，不行的就扔了。这个是海螺，盒子。这个应该是海螺吧？这个要不是，这个是嘿。终日打鹰，不可能被鹰啄了眼，是吧？哼，像我这么眼力劲这么好的人，看看这一会儿，这地方真是一个藏宝库，哼，藏宝的神秘洞穴。嗯，这还有，哇哦，真不少啊，真的真的不少，就这一小会儿，办事吧，嘿嘿。行，这种海星它都是黄色的，所以说它的黄真是非常的多了，都成黄色了，想想就知道了。兄弟上来吧，兄弟，今天晚上抓海了，抓的袖子都有点湿了。啥那个，看看今天应该收获可以了。上来了啊，看见远处的火光了吗？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红红火火，记得点赞评论支持哦，再见。